我跑了两年了没偷鸡都记得的，因为其实偷鸡都啲線都幾清晰、幾明顯，咁我就喺入邊係主要真係同阿 Sean 嘅，咁所以就都知道自己做緊啲咩啦。入邊喺入邊，我係做一個心理醫生，咁我之前都演過心理醫生嘅，但係今次嘅心理醫生咧就比較反傳統一啲。咁咩叫反傳統呢？就係、是、因為我喺入邊鬼馬啲啦、精靈啲啦、古靈精怪啲嘅，所以就唔係嗰啲好斯斯文文乖乖女嗰啲心理醫生啦。咁所以都幾好玩嘅，同阿 Sean 係有啲火花。新年正啦，大家都喺屋企睇，大家聚埋一齐睇。